我是本周的周记生汤马士啊，他就上周很不幸被诺基转到，那我这周的周记呢，只好发挥我的所长，我要来拍一个24小时大台北吃透透。今天现在7点开始吃，吃到明天10点，预计24家店，看我能不能活到明天这样子。那我们就出发啦 ，Go！这间是我们有无意间发现在路边非常香的一家当归猪脚，在龟虽街上。它的猪脚的药炖非常的清爽，然后肉也是蛮大块，而且没有骨头，很好吃。它卤肉饭也不会太湿，然后非常的台北味，我很喜欢这间，所以就选为第一站。这样快卖完了，好，现在到金丰卤肉饭。那为什么要选这家？因为这个时间呢，在好吃的卤肉饭能选择，其实金丰算是经济实惠啊。那它的卤鸭蛋跟它的脆瓜其实是很好吃的，我还蛮爱这两个味道，就是填肚子而言的话，这家算是台北是不错的选择。这样好，开吃，开吃，吃起来，我饱了。好，现在是11点了，我们已经吃完第二家，接下来要去第三家了。好，12点第三家。好，我们现在在第三站哈，化鹅肉园东区鹅肉舞啦。那这家店是去年七夕的时候，我跟诺基还有几个朋友来附近算命玩，办姻缘后找到的店，就意外的好吃，就变成常客这样。那我们就让今天这个陪我三站都没说话的吃货来讲一下什么味道。这家化鹅肉，我们就来尝尝它鹅肉味道怎么样。嗯，化不化？来看，去加那个蘸酱。嗯，蘸。入口即化，好像不用加这句，对不对？只要慢，就蘸就好。那这是什么？冬粉啊，冬粉好吃。怎么样？好吃？嫩嫩。好，下一站，不落俗套的食品啊。拜拜。好，现在是第四站，是1点的麻油鸡。那我们提早到了，但是我们到了就进去吧。Go。那贝达拉他说他吃饱了，所以给他吃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那鸡好不好吃？好吃，刚好吃一罐。好，刚才把它吃完，我们家去下一站。Go， 好。好，现在2点，我们在第五间盐山夜市鲫鱼米粉，好吃。它是鱼排、米粉跟鱼丸汤。鱼丸汤，好，说口感。鲫鱼汤、鲫鱼丸赞，我很喜欢，最爱是这个汤。好，赞。好了，我跟你讲，反正我在的时候呢，你们可以，反正我也只吃一两块就走了，所以你们等一下可以在战力上可以多依靠我一点。我现在是来支援汤马士的，好不好？现在是凌晨多少几点？2点。哦，2点钟哈，2点钟哦。这样的话应该也可以证明，就是跟我老婆证明，就是我今天晚上出来。哦，哎。凌晨2点，你刚才凌晨2点嘛，对不对？不在场证明，不在场证明啊，你刚才你是贵追街坏坏。你要有一站用混的，就直接去吃 7-Eleven。不行啊，不行啊！现在快3点啦，我们现在是第6摊了吧？对不对？对，第6摊，万华点心摊。对，好吃 ，Go！ 好吃哦。嗯，虽然我不喜欢台式粥，不过它的汤头非常的鲜美。代打，代打，代打一下。好，我现在是代打哦。这一场我单了啊，吃这个台式粥就一定要配红烧肉。赞。拜拜拜拜。4点，第7站，基隆鲜鱼汤 ，Go。基隆宜家鲜鱼汤，好吃，便宜。那你等一下吗？对。好吃。好，提早到1点，5点，基隆粥加早餐，那我们要进去了 ，Go。葱饼，赞。这蛋葱蛋饼。5:48，距6点第9站差一点。那我们现在开始。那这个是米苔木，这家很有名的乌米米苔木，好吃。我们已经前面那2-3家都是没什么胃口，吃不下怎么办？但是吃了一口又全部嗑光光，现在我就来试试看这个会不会让我们嗑光光这样。先来一口瓜莲，肉超厚的，很新鲜很甜，辣椒好好吃。有重，它米苔木很 Q， 高汤又好喝。我们现在从米粉、面、中粉、米苔木都吃到，下一个还有什么可以吃，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这样。那这一次可以准备来吃，我要吃。
好，那6:56，我们现在吃的是7点的餐，那在7度寿贝亚，好吃，第二条，真的道地的吉布拉就是 Olen， 臭臭的，很 Q 很好吃。8点了，第几间啊？11间了，那是我最爱的金门广东粥啦，那就出发了 ，Go！ 哎，老赵，哎，走。他整天说他在车上，只是他在睡觉，就是早上来接力开车，还有接尾啦，他这家是我最爱的早餐店，在永和。那我们绕了一圈，还是从永和开始，才是人的回本。好，来，开动。啊，是这样吗？对。那为什么你不一起吃？因为我已经走到三下巴了。油卷饼很特别，它吃起来有点像那个油卷饼，吃起来有点像那个烧饼的感觉，但又不太一样，它比它有点更焦脆，有点像饼干的口感。这汤有点像是那个，大家应该都有喝过那个锅烧面，还是比较有层次一点的，不会像单纯的锅烧面一样。现在是提早了，但是是9点的。我最爱的欧阿米刷，全台湾我最爱的欧阿米刷，红面线。够，墨迹在库车，所以我要出来自己吃这样。那就是肉圆的面线，然后油桂很正点这样，然后是有大肠跟辣酱，好辣酱，辣酱超正。好，现在是10点场，汕头面后。非常的 Q 弹，它跟干面有什么不一样？就多了它那个肉燥味呀。那为什么叫汕头面？来自汕头啊，原来是来自汕头的好滋味啊！啊，好吃，好吃，手指好吃，好吃，肉燥很香。好，哎，好，现在是11元长第14家亚东甜不辣 ，Go！ 应该是台北市最好吃的甜不辣，个人觉得啦，赞，来，请吃。12:30，第15摊是不是？来，我吃我自己，我创造我自己，就不死之谜。这是什么奇怪的形状？你仔细看，康董出的啦，庞大的啊。这家就是传统那种猪油拌饭。啊，红烧肉很特别，酥脆，它的豆干的皮跟一般外面那种板豆干不太一样，孔洞多，有入味，赞，好吃。哎，不错。一点第16摊，老牌真正金春发总店。阿巴卡巴。这间的牛肉汤听说是熬煮8小时的，非常甘甜，这样。然后再点它招牌的有咖喱的系列的炒，好吃。好，现在是2:01，我们吃的是第17家，对啊，噔噔噔噔噔噔，我们找到3个新鲜的味一样，对，我们就不断的喂我的朋友。魏魏那边，魏魏那里，魏魏才会爽。拉米给我代表哦，大桥头就是龙盖蛋，它的酱汁好吃，辣椒够辣。哇，谢谢公仔意。然后那个卤蛋，然后卤的透，嘎汁嘎崩溃。然后来一个丸子汤，我有。你有分你一个是吗？这样。哇，好烫。我再一颗就挤满七龙珠了，还是嘎嘣脆，好吃。现在是3点场那个高丽菜饭盐山夜市，阿杰推荐的高丽菜饭啊，就是北斗人都吃高菜饭，那台北人吃就在这啦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，好吃。我们山海哈都知道了，秋天的感觉就是吃这个高丽菜饭，好吃。赞啊，这个萝卜看起来就很香，你看，轻轻松松就砍掉。来吃6点摊，施家麻油腰花，赞！嘿，这施家的麻油清汤非常的厉害，这个清汤哦，爽啊，嘎嘣脆，那种鲜甜鲜啊，
这个卤肉饭不湿，入味。是腰花，在。这个是猪肚，在。啊，好吃，麻油鸡汤好吃，欢迎来试吃。好吧。好，现在是5:20，那这个是我私心推荐，它是台北最正统的墨西哥料理。Taco 饼，因为老板就是个墨西哥人，所以他做的不正统，我也不知道还有谁做的正统。今天就是吃到第20站，那很棒，有一个亮亮，我们的忠实粉丝来拯救我的胃，从高雄上来拯救我的胃。那我们现在吃的就是墨西哥牛肉角牛角肉卷，然后有加洛梨酱跟沙沙酱这样。好，亮亮说好不好吃，跟镜头大家讲。超好吃。不要骗人，讲实话。真的超好吃。不要做效果。真的超级好吃。超好吃。那个我们一般吃，有时候吃到那种卷饼，它会用那种就是火锅薄薄的肉片，就是吃起来会没有那种 juicy 的那种肉的口感，就是它的肉是真的超厚的。我有吗？哎呦，厚切牛，哎呦，厚切牛排，厚切牛角肉，超好吃。快闪到这边结束，然后我们还有最后的挑战要进行，好，我们把它吃完，好，拜拜。好，现在6:00，我们吃第21家店翠园越南餐厅，是我从小最爱吃的越南菜。那我们现在进去啊 ，Go！ 啊，小时候就是一直吃的甘蔗虾，它里面是甘蔗，外面是虾肉，就是我最早接触越南料理的地方。然后后来很多家越南小吃店都不错，但是它的小吃都没有那么道地这样。干牛肉的。现在7:00，第22站，阿辉黄牛肉火锅城，有神秘来宾在等我，我出发 ，Go！ 耶，啊来了来了，又见面了，靠你们这一桌。今天包厢特别有意义，这是我第一份工作离职 party 的包厢，广告叫特别，然后大家人在聚在一起吃，就让三个生力军师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开始介绍口感，送。有我在，不用担心啊。不用怕，不用怕，我跟小欧 OK 的。牛肉丸，牛肉丸，牛肉丸吗？手工牛肉丸，手工牛肉丸。汤马推荐。哦，好吃。讲一下。跟你说好吃的，有点创意。这肉算一下，其实还蛮嫩的，就这样，1秒钟，两秒。你们没有点鸳鸯肠啊？他卖了。他这边很有名鸳鸯肠，但是卖完。你知道那个鸳鸯肠一盘我可以配3碗饭，真的假？太多了吧！又麻又辣又下饭，那然后就哇，然后吃到肚子都辣起来了。喂，第23间赖冈山羊肉，新多最近在新店超有名，超好吃。面线它其实还蛮 Q 的，通常面线它烂成一团，可它不会。我觉得它皮还蛮有嚼劲的，我有点吓到。哇，杨梅什么腥味？入口即化，好吃。这个是甜的，甜的，甜的。好，这个像家里卤的，有点像昨天第一餐的那个猪脚的汤，金炖猪脚的汤。是这样的。现在是9:14，我们即将迎接24小时24个。餐厅的最后一站，那现在就是前方的渣男 Bistro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那边的成员已经在终点迎接我了，耶，要结束了。还有一个小时，对不对？现在这一个小时，我们他妈吃饱，好不好？饱什么？你说我刚已经吃饱，满足吃饱。烂痛。旁边那一间啊，左边那一间，你走错了。走错了啊！对，各位来宾。请跟着渣男去渣男，好不好？我很饿，我这样他狂夹哎，小弹牙，但是又很入味，好吃。他妈觉得意外的清爽，但我喜欢他的大肠，大肠好吃。快乐万圣节大黑，哎，我们现在准备来吃卤味啦。老板，好，你讲一下豆干好吗？豆干。豆干我还没吃，对，我夹不起来。哎，等一下，今天我们的24H台大台北地区吃到饱，我的口袋名单就在这边告一段落了。那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口袋名单。其实我想要证明，今天证明我吃的不会比瓜吉差啊。
我的品味不会比他差的，真的。他如果敢往上 diss 我，就拍一集看看。就二十四小时都吃好吃的哦，只吃好吃的，这样。那就是也很感谢大家，就是在瓜吉啊，大家其实随时这边在座各位都有来帮我吃，还有很多非公司的好伙伴也都有来帮我这个忙，让我完成这次的工作啊。这一摊是乖乖打完的，赶快把它全部吃完。对啊，对。那接下来其实我原本有一个更宏大的计划，那个计划今天的事你们说出去就灭口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上周的地狱倒霉鬼，我现在要转成下周的地狱倒霉鬼，一进到底绝对不生。来开转，我希望是小欧啦，就是宝宝，耶、yeah, ，又转到一个没转到的超扯转盘，耶、yeah, ，看那个样子，就看起来是眼神死，追他，宝宝，噔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拍照，拍照。